我们在这边演出，他的弟弟上台演出大提琴之后回家呢，他就自己站到他妈妈前面说：“妈妈，明年我要帮弟弟伴奏。”我说：“哇，是谁？傅冠奇耶，这个很酷很酷的姐姐居然会说要帮弟弟伴奏。”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另外一段很珍贵的时间，有姐姐来帮弟弟做钢琴伴奏。那这样的美好的时光也许呀，会放在每一个人的心目记里面很久很久很久。对呀、啊，妈妈会不会哭？不会，真的已经都想哭了，居然是姐姐说要伴奏。我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，现在我们来欢迎傅奕勋帮我们用大提琴拉出龙猫，然后由傅冠奇就是傅奕勋的姐姐帮我们做钢琴伴奏，请举起你的双手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跟鼓励，谢谢。
新的演出。那个冠奇